可灵，我喜欢你。你大姐的那个意有鬼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喂，哎，说话了说话了，说你到底谁啊？你我你姑奶奶。可怜你怎么突然打扮成这样？谁打扮？没打扮。你看见什么了？我就看见你穿了大姐的衣服。不，你什么都没看见。对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滚。啊，这女孩子偶尔打扮一下也可以的。我警告你，如果这件事有第三个人知道，你就等着埋在我家后院吧。滚！阿四，对不起。我是不是应该再热情一点？阿四来了。不对，这么久没见，我是不是应该再温柔一点？阿四，其实最近我也挺想你的。真看来你可以的。老爸，阿四来了。化妆了。来了。那什么，你这次来干嘛的？我专门回来找你的。等等，你先别说，我们先聊一些别的吧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让你不自在了。这次回去我想了很多，之前是我太自私了，我总是急于表达我自己的感受，没有充分考虑到你的感受。我喜欢你是我的事儿。我是不是又让你不舒服了？我就想说，你可以不喜欢我。我们先吃点东西吧。下次就应该再来早点，我的烧鸡都没。这不有千层糕吗？还有千层糕过久了呀，不得来个大烧鸡。爹，咱们跟老大这么久了，老大对咱们是不是挺好的？是啊，就差临门一脚，豁出去。你准备好赴死了吗？
你们闭嘴！我们在抢劫。什么抢劫？我在绑架。对，小我们放了他，你就赶紧说你爱他。不是，要我你们干嘛呢？谁要我？谁要我？我在绑架。哎，那谁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别激动啊，我们会伤害他的。我也会伤害他的。激动，退后，站。哎不行不行，我别过来，别过来，最后啊，放下，放下，我打死你了，可怜，别打耀文耀武了吧，你搞错了，他们怎么可能是耀文耀武，我没想到你们两个居然能干出这种蠢事儿。可怜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，但是没说出口？没有啊，我没有什么要说的。或者说，我应该对你说些什么？没有。可灵，我喜欢你。你听见了吗？我听见了。我先回家了。走反了。恭喜恭喜。我分不开了。你们好好休息啊，下次一块儿喝酒。